先听一下。
那以前的两个为了是蓝，因为对联的话，今天的怎么好看？我现在想对联，那年是想出息了，好六年。是吧？你不是开耳机吗？我开耳机怎么听的？开四季一个都没有，我怎么用啊？就是让你往里加。可以打电话问，我问老二一声。他自己借的钱吧。
就那个什么有话词儿。如果见过一个火的，刚刚这个叫啥？你刚才。下来，中间是不是那一片的？张丽英，他家里那个人家上了本钱，他跟咱厂子连说的，你上一万块钱给你。每天三十钱。我也说那句话啊，我。